好，我们来继续学习几个生词。第一个，轮，请跟老师读，轮，轮，那我们可以说什么呢？轮流，请跟老师读，轮流，那我们后边常常加轮流做什么事情？Verb， 好，那我们看第一个图片啊，他们小老虎玩，然后小狐狸玩，然后小河马玩，然后小猪玩，那他们怎么样呢？轮流玩。好，请跟老师读。他们排队轮流玩秋千，他们排队轮流玩秋千。好，那这是第一个。那第二个，我们常常说轮到，后边加人，轮到谁？好，我们看图片，小老虎玩完以后，小老虎玩完以后，那到谁呢？到小狐狸。所以我们说，小老虎玩完了，轮到小狐狸。小老虎玩完了，轮到小狐狸。好，第二个字，擦，请跟老师读，擦，擦，那我们看，他在擦桌子，擦桌子，他呢，擦脸，擦脸，好，看下一个，来不及，来不及，请跟老师读，来不及，来不及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很晚了，那你不能做。我们看这个人，他起床起晚了，所以来不及坐车。太晚了，他不能坐车。好，跟老师来读一下，他起床晚了，来不及坐车。他起床晚了，来不及坐车。我们看，早上的时候，妈妈做好饭，可是她起晚了，所以她来不及吃饭。她来不及吃饭啊，就去做什么了呢？就去上班了。她来不及吃饭，就去上班了。看下一个，狼吞虎咽，请跟老师读，狼吞虎咽，狼吞虎咽。那我们看，狼，这是狼，这是老虎，那像狼和老虎一样吃东西，像狼和老虎一样吃东西，我们就可以说狼吞虎咽，吃得很快，狼吞虎咽。那看他吃饭总是狼吞虎咽的，他吃饭总是狼吞虎咽的，
啊，他吃饭的时候非常快，非常着急。好，再看这个女生，啊，这样吃饭好不好呢？嗯，对我们的身体不好。嗯，所以吃饭不要狼吞虎咽，吃饭不要狼吞虎咽。那我们要慢慢吃，嗯，不要狼吞虎咽。好，下一个顿，嗯，请跟老师读顿，嗯，顿。好，我看这是一顿饭，这是一顿饭。那我们每天要吃几顿饭呢？嗯，我们每天要吃三顿饭。我们每天要吃三顿饭。啊，是哪三顿饭呢？我们说是早饭、午饭和晚饭。嗯，下一个排骨，嗯，排骨，请跟老师读排骨，排骨。那这是排骨，那我们说这是什么排骨？这是牛的排骨，那我们叫牛排骨，牛排骨。啊，看这个菜是什么？红烧排骨，红烧排骨。那么你们喜欢吃红烧排骨吗？好，那这是我们今天学的生词，请跟老师再来读一遍。轮到，轮到。擦脸，擦脸。来不及，来不及。狼吞虎咽，狼吞虎咽。哎，这里是四声咽。好，下一个一顿饭，一顿饭。排骨，排骨。